这是阮家的目睭命，会当看入去灵魂内底悲欢的解散。那接下来我们聊回来傅凯这边好不好？聊回来你专辑有一首歌叫做《问讲哎马古米亚》，马古米亚是这个司机的这个后照镜，要不要好好介绍这首歌到底是在讲什么？好，因为当时在讨论歌曲主题的时候，马古米亚还没有在整个专辑里面吗？对，那是因为我去年去演了音乐剧，然后去认识了一个很资深的剧场人，他叫凯尔，一个演员非常厉害。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，疫情那一段期间都没工作，工作要停摆，对，所以他就去开 Uber。哦，那当时他跟我讲这一系列的故事，真的是在一个居酒屋里面，想给我听的。我那时候听完之后，他开 Uber， 然后从后照镜看到每一个上车乘客的一些互动跟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天哪，我好像看了一个短篇的小说，是，就是每一个系列啊，比如说。有那种四个女生一起上车，然后呢就是一个一个要送回家，最后两个女生留在车上的两个女生就开始讲前面两个女生的坏话。哎呦好精彩哦。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想说，哇，后照镜可以看到人生百态耶。是，我就跟我经纪人讲这件事情，所以当时就跟左光平，是，我们就聊说要不要把这个题材就放进来，所以就产生了问讲的马古米亚。我相信司机大哥都会很有感触，对，因为他在他们的这个后照镜的世界里真的看过很多人生百态，确实确实。那接下来就马上欢迎我们傅凯，许傅凯、为我们带来这首问讲的马古米亚。这早就要走，是一间想无聊，也是厝内有囡仔咧嚎。看你一个念头，伊社会甲人走跳，人情世事就爱顾到到。阿伯啊，阿伯啊。哪会无伫咧厝泡茶？厝内外口甲人拼苦涩，毋通坐客停车来到开宝地，煞坐救护车，予人扛去卖，这是阮家的。魂内底悲欢的解散，这是阮家的马古命，会当看入去命运当中，凄凉的哀歌，伫人生百路甲人生紧紧看。请你唔通搞回去，较早我的小弟嘛叫我安尼记。